嗨，大家好，小贺今天呢准备了6只大公鸡，10斤的香菇，1些粉条。今天呢给老人做一个香菇炖鸡。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干。现在呢开始剁公鸡，把鸡头剁掉，鸡屁股切掉，咱就不要了，这个老人吃了不好。鸡剁完了，加入清水把鸡洗一下，香菇加入清水洗一下。哎呀，多大岁数了？85了。来，姐给你个卡，一会儿我这剁香菇的皮拿一份压着汤的啊。我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什么意思，就是免费给老人做饭啊，拿份压汤。有这个安心餐厅啊，小小伙来给取一些60以下的老人呢，做饭啊，都打汤圆了啊，这个辣子菜里的这个柳丹啊，锅内加水，洗好的鸡块放入冷水中掏水，加入姜片、料酒，盖上锅盖。看看有多大岁数了，那给您个卡，今晚上带着那个小伙，我这个地方活的这个香菇的地方打一份价成啊，拿的我花钱，我花钱免费，给你个卡，今晚带着那个小伙我来打一份价成。哎呀，姜去皮，现在呢准备点葱段，姜切片，再准备点干料，八角，一点点小辣椒，开锅后撇去血沫，把鸡块捞出来洗干净，起锅倒入花生油，大葱、姜、八角倒里面，干辣椒、豆瓣酱、酱油、料酒，鸡块倒里面炒一下，冰糖、老抽，洗好的香菇倒里面一起炒。加入清水开始炖，加点盐，盖上锅盖。咱老板儿啊，别老能走啊，你要腿不好。像一会儿啊，你就打一份价上面，完了我给他多打点，那得价两个月都使吧啊。那你给他骂个粉吧。啊。鸡炖了一会儿了，把粉条加进去，盖上锅盖继续炖。鸡块炖好了，切点姜葱。我没给你卡不是大爷，没有，来来啊，下去那个小伙儿抬一会儿就好了，我来打水架尝尝啊。鸡炖好了，撒点鸡精，撒入小葱花。你不能老洗呀，老洗一会儿往那上面走。熬着必须得好吃。老洗别老想着你嘞。还砸刺儿真实的，还刺儿也不太小，但是老人真少，这昨天打过。来，祝大家长命百岁啊！来，咱开始打盘。来，大爷，谢谢你了啊！不用谢，这样每个月可以多烫点啊，两大桌。够吃了吗，大爷呀？啊，来，给你两个小馒头，啊，慢慢点的哈。嗯。昨天好吃的，给那老人尝尝。来，大爷，来，用卡给我就行。来，给了，给了。给过你的不少钱的。啊，这一人少做给大点啊。好嘞，大爷。哎，大爷，老懒得走了。哎，好嘞，大爷，大爷哈。好嘞。来来来，你拿两个馒头来，好点子啊。好嘞。
好嘞，够吃了吗？够酒了，两大桌子。好嘞，谢谢啊。明显明显。好嘞。我来，你先横着。快点拿碗过来，你来，没有孩子，吃不完。两碗的，不足味了，特别的绝乎。好嘞，豆腐两大桌子，够不够吃啊？够了。我慢慢的喝。好嘞。不是，你这两个馒头不够，我给你四个，这是少了，我给你四个，四个就够了。多吃点，尝尝味儿。那个老婆子不能走。啊，饭店不能走啊。嗯。我给你多拿点，咱两个人下去，两个人下去吃啊。我不拿你三碗。这不够，我俩人吃了呀。好嘞，我给你两份馒头。两份我吃了。哎呀，你说这地方我就行了，好好等着哈，慢慢的哈，别疼着，你等着边儿，慢慢的哈。好嘞，咱们走吧。好嘞。那啥感觉？好嘞。直接把那给你关了呗。哎，那也好好等着，还别疼着哈。那个胆儿疼呢。刚昨天那菜，你一尝就烫坏了。哎呀，慢慢我给你做。好了，这么炸一下，这么低。看，好嘞，两个馒头。谢谢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那，哎，来的不晚呐，这都刚打完了。好嘞，够吃了吧？好嘞，来两个馒头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来，从这边来，来，你这赖的不晚呢，这还剩了两盆，再给你打点价尝尝，麻烦老运少，都够吃啊，够了啊，好嘞，哎，老运出料味儿吗？啊，行，来，哎呀，赖的正好剩了两个月的，我给他俩都分了啊。好嘞，够吃了吧？够吃就行了。好嘞。行了，好了，今天奉哪呀？喂，一人两个馒头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今天来的这个村啊，看着挺大的，但是老人来的真不多。广播也喊了，刚刚多等了一会儿，来了几位老人，但是还是剩了一点点。一会儿我也尝尝吧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